韩国的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强？坐拥56万大军，主战坦克超2000辆，把它平移到欧洲大陆上，甚至能超越英法2个军事强国，成为一个区域性霸主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韩国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。提到现今世界上的军事强国，老美稳居第一，而中国和俄罗斯紧随此后。再往后呢，大家可能会想到英国、法国、印度等，但其实就在我国的旁边，却一直有一个被忽视的军事强国，那就是韩国。 可能会有人觉得我是韩吹，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韩国纸面上的常规兵力。根据公布的资料，目前韩国现役陆军总人数为56万，预备役人数在60万左右，在全世界范围内，韩国陆军的人数也是名列前茅，只落后于中国、印度等几个大国。而且这一数据甚至超过了改革后的美军数量。当然，只靠人数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。现代化战争比拼就是装备，然而在我们眼中微乎其微的韩国，实际在军事武器 上也具有很强的实力。目前，韩国陆军装备了6个机械化作战师，全国共拥有坦克超过2000辆，而他们的主战坦克则是常年被媒体评为世界十大坦克的3代坦克 K2， 综合性能方面也是非常强悍的。另外，韩国陆军还拥有2600多辆步兵战车、4500门的自行火炮、火箭炮等。 600架直升机，这些编制足以让韩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之一。而且，韩国除了装备自身军队外，在武器出口上，凭借自己的军工产业，韩国也成为世界主要武器出口国之一。他们研制的 K9榴弹炮 深受印度、澳大利亚的喜爱。 除此之外，在空军方面，韩国拥有180架 F-16 战斗机和60架 F-15K 战斗机。还军方面，万吨级驱逐舰、常规动力潜艇、2栖攻击舰，韩国也是应有尽有。如果把韩国这样的实力放在欧洲，甚至是力压英法德的存在，目前英国陆军只有7万人，坦克207辆，法国陆军10万人，坦克220辆。至于德国，二战失败后，德国的军事就基本忽略不计了。所以，光看纸面数据，韩国的实力甚至要 超过英法德3国了，把韩国从东亚迁往欧洲，那绝对是地方一霸。那么到这里，我们就不禁要问了：为什么气势很强大的韩国，在国人眼里看起来却像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国，毫无存在感呢？说到原因，可能中国人要骄傲了。 套用网上的一句话，不是韩国不强大，只是我们太牛逼。在现代化陆军方面，我军可以说是吊打韩国。无论从兵力、武器等方面来说，我国领先韩国太多了。兵力，我国85万人的常规编制，如果再加上预备役，那数量恐怕将会翻几番。 这样的人数，一字排开，可以绕韩国几圈。坦克方面，我国拥有4000多辆，其中还有数百辆世界领先的99A，这还是最基本的。再算上火箭炮、武装直升机等，用一句碾压韩国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。毕竟我们是对标美军的，韩国在我们这里真不够看的。 第二点原因就是韩国的军事实力只停留在了纸面上，实战演练中却表现得非常差劲。比如在延坪岛炮击中，韩国最拿得出手的 K9榴弹炮，6门中3门出现故障，剩下3门打出的炮弹都飞到了海里。 如果这样的战绩出现在一场全面战争中，简直就可以用废材来形容。第三点原因就是韩国缺乏战略性武器和兵种配合，真的打起仗来，大概率战力会比不上他北边的朝鲜。毕竟光是朝鲜拥有原子弹，就能让韩国如坐针毡了。 最后一点就是韩国的机械化能力不足，虽然目前装备了6个机械师，但其他的陆军作战只能依靠卡车，有的军队甚至到现在了都还没装备上重武器，可以说除了6个装备精锐的机械师，其他的部队都是充当人数的存在。说了韩国军队这么多缺点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在全世界范围内，韩国的军事实力绝对也是不容小觑的，放到非洲、南美洲都是最强大的存在。 只可惜，他出生在了全世界最恐怖的东亚怪物王，周边朝就这么几个国家，经济上3个进入世界前10，军事上1个比1个能打，最终导致原本很优秀的韩国在周边显得就不突出了，以至于韩国的真实军事实力常常被低估。对此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讨论。